สวัสดีครับ大家好我是韩定现在我在泰国中泰两国已经免签了可以说走就走所以今天我就走到中国 老板，我周围一个泰国人，我听说东煮、东布里算喜欢吃酸菜是吧？东布里算呢，因为以前啊，基本上这种农村的，它没有市场，煮肉的话，你杀一头土猪吃不完，用那个土坛那个腌酸，过了大概半个月到一个月，往后就变成酸肉了。来到孤岭隆起，主要就是过来看楼梯，不吃不是。 梯田，沿着这个山的形状修建了这样一层一层的梯田来种水稻。我们已经到这里了，是什么楼呢？这里是我们侗寨的鼓楼。哦，然后我看人集合好多，这是什么活动呢？ 这是我们马上要进行的一个百家宴的活动，百家宴会唱一点歌，然后再表演我们的纺纱织布的一些民俗舞蹈、民俗节目，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一个餐桌前面去进行一起吃个饭。现在我已经回到泰国了，中国广西非常好玩。 有机会我肯定再来，你们有机会也可以过来泰国找我啊。